这辆车尾，把堵塞，快！好的。我是谁？你耍我！现在都有手机支付了。都别动，敢动试试看。你把钱拿出来，别碰他。怎么想英雄救美啊？哥，听我的，你先接我。凭什么先接你的？你是谁啊？我就是要先接他的。你不就是要劫财吗？我们配合吗？别吓唬我。把钱拿出来，快！你是谁？谁让你把门关上？大劫让你没看到啊！安静，安静，是丞相。喂，全是变异人。变异人是什么？